店啊，就没有人来救我啊！只有他们那两母女就来救我了。你看到他们两母女？嗯，看到两母女一直劝解我，劝了很久啊，整差不多整大半天了、啊。劝解我，他说：“阿姨讲，你要不要生？啊，如果你要生，你就求耶稣保佑你，啊。”我说要怎么样生呢？他说你求耶稣保护你呢，保护你平安，保护你病好起来，你的死亡会消掉。嗯，我说怎么会消掉呢？第一个就是一段时间你就死。第二个要求就是不死，嗯，要求你如果第一个能够也不错啦，我说我已经80多岁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如果第二个远生不死可以保护我远生不死，那我不如保护我远生不死哦。嗯，我说就要求上帝帮帮我，就那边解脱我的死亡啊，嗯，就没有死了，我就没有死，就这样过去了。那你看，本来我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呀、啊，嗯，我是无神论的呀，嗯。你有真正看到耶稣吗？你看到耶稣胡说吗？站在那边哦，哇，眼睛大大。嗯，头发长长，嗯，啊，嗯，那你为什么会信呢？因为他救了我吗？嗯 ，OK。他说可以答应我吗？嗯，答应我复生吗？嗯，永生不死。永生不死吗？嗯，那你不相信？因为你要不要相信？我相信啊，我就是。阿凤啊，同他妈妈两个功劳最大。隔两天，隔一天又来救了我两个，救了人我重生。主也是救你的，真的救了我重生了，不然的我都死掉了，哪里还有这边同你讲话？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他救了我，我不感谢主耶稣。嗯，阿门，阿门。